我们马来西亚的隔壁罢了哦，在印尼那边呢发生了什么事？印尼发生强震，马来西亚班丹英达大幼儿园老师向孩子讲解事发当时。第一个是地震，第二个海啸，同一个地方发生了两个灾难。听到邻国有灾难，孩子自动将平时储蓄的竹筒要捐给印尼受灾乡亲。孩子们，你想要怎样帮助他们？把竹筒的钱捐给他们。平常老师都一直有跟孩子讲，我们要投竹筒啊，然后要把那些竹筒的钱去帮助别人。所以呢，就通过这一次他们看了那个影片，就启发了他们的悲心，然后他们就更知道，原来我们投的竹筒呢，是用来去帮助这一些苦难的人。同样爱心不落人后，甲东大幼儿园孩子在周会也响应送爱到印尼。家坏掉，因为很多水里面他们不可以住了，我们投竹筒，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。我要祝福印尼的人平安健康快乐。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家已经没有家住了。虔诚祈祷，声声祝福，又叫孩子希望在印尼灾民重建家园的路上，自己也能出一份力。带新闻黄兆峰、罗国聪、高耀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